天我们要介绍的是风车草。你知道风车草什么用途吗？我不知道耶。虾米，连这点知识都不知道，没知识也要看电视啊？那你说说看嘛。它可以观赏用，还可以变身成药。它的叶子有清肝解毒之效，它可以治肝病、肝硬化、高血压等。哦，原来，好啦，不要再讲了，我要耳聋了。等等，还有风车草，它的叶片比较厚，像汤匙。但是墨西哥人认为把它种在屋顶上可以避雷击，所以又叫雷公草。哇，今天学到好多知识哦。还有一个大家都忘记了，它的真名叫做轮伞莎草。哦，我差点把它忘了。谢谢大家。